好可爱的布布哦！是不是？这是我放在这边种起来的。哦，是砧板种起来。是不是？多厉害！这砧板放太久了，就放到种起来这样子。这砧板太厉害了。对啊。好了，我们今天要做这个不一样。我今天做三杯鸡。哦，三杯鸡锅。对，没错。我后来发现这个啊，这个要怎么拆？原来它是一层膜哦，所以我们只要拿刀子对着里面切划一下，它其实就开了，有没有？我去买了那个，这个是去骨鸡腿，去骨鸡腿，对对对，对啊，我觉得比较方便，因为我们不爱啃鸡那种鸡腿肉，不是不爱啃，是不好啃，有时候小朋友还要吃的话也是麻烦的样子，所以就不如就直接就是买一个。去骨鸡腿这样子，会比较方便。嗯，而且我觉得家乐福的包装啊，就是不知道它这样真空包装看起来好干净哦。对，上次我有买它的猪肉嘛，我觉得它的猪肉还不错这样子。对，好了，你要大块小块？中适中。适中这样。嗯，好吧。哦，还是要再对切。看你啊，你想要小块一点的话就弄小块，大块我就这样子，这样比较有口感哦。对吧？来拿个碗。这个不用腌哈。哦，这个不用腌哦。为什么？然后我直接用酱料就好了。对，小心他没臭脚脚。这把刀很利啊！你看，这样划下去就好了，这样子。你很开心哦。对啊，为什么他看到食物很开心？你怎么还不睡觉？他从起床到现在都还没睡，该睡的午觉不睡，他要睡什么时候呢？应该睡吃我们等我们吃饱饭吧。对。我觉得它面也是，我觉得它肉也是蛮大的。哎、欸，这样两因为我是买两包嘛，我是买两盒，约莫120元，差不多。咕咕，三杯杏鲍菇其实是蛮好吃的。对啊。其实我们就是用三杯鸡，但是我们就是跟大家做的方法不一样，这样子。我们做自己想要的。方式，我觉得杏鲍菇的声音很好听哎。我告诉你，他们就是有一个很特别的塑胶声。对对对。然后呢，你在煎它的时候啊，它又会发出叽叽叽的声音。对。不是这个声音。哎，我们的酱料哈，三杯鸡哪三杯？酱油、米酒跟麻油，好不好？酱油、对，米酒、麻油，对，各三杯，各一杯啦，各一杯，范围各三杯，所以才叫三杯鸡。你不要吓我。好，我们一开始哈，我们先来煸姜哈。煸姜哦。鞭子拿来。你跟我想的不一样，我都以为是边疆地带的边疆，你就想到边人。鞭子拿来。我们小火哈。是，直接冷油是不是？是。一二。把这个盖子打开，它这有一个。一二，哇，你最近会讲一二哦，娜娜。我们用多一点哈、哦。好。对。因为很多哎、欸。对对对对对。用冷油。对，我先这样子就好，反正到时候是一杯啦。对，那我现在主要是要煸它。对，先加好、
反正主要是小火，先把姜煸起来，煸起来。然后就是用冷油，然后让它一直煸到委屈。对，煸到它整个人委屈。很委屈，像我一样委屈。好吧，我煸你了吗？等一下，大概五到十分钟之后再来看。好，好吧，先来煸我。好，煸你。委屈。啊，刚刚想说哈，后来想说就是我们那个酱汁不要用太多，所以我就全部改成半杯，好不好？哦，直接半杯下去。对对对对对对。然后呢，差不多委屈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把半杯约莫六十，差不多。所以这酱汁到时候可以浇粉啊、泡面啊。好，把鸡给煎香哦。去完火的鸡就放一点。对啊。啊，一样哦，尽量比超像。对。然后可以开中火了哈。其实米酒酱油一起了。哦，米酒酱油，我就把它全部倒在一起就好了。就是一样是各六十。差不多。好。这是煎汤。香哦。我是不是应该要改麻油鸡啊？好像今天比较适合麻油鸡哦。大家看我麻油鸡看腻了，好香哦，真的，怎么会腻？这种冬天就是要啊。啊，鸡肉煎的差不多了哈。对。然后我调一下，调不在哪了？在这。好，干杯。干杯。都可以。对，那都不用煮了，那时候其实有点是炖它滚它的这样子，对。当然你要先下也可以，但我习惯这样子。然后加糖。对，我加冰糖。没有冰糖的话，用那个二砂也可以哈。现在呢，你们就想说为什么我要用那么多酱汁，对不对？因为我要丢十包出来。因为我今天做不一样的三杯鸡，啊、嗯。然后再让它去，就是先一起焖的时候吃，对。你看我把它盖起来。快收完的时候哈，拿下我们的火条啊，我觉得这火条可以多买，一定不够，真的。先拿拌一下哈，拌一下之后再盖一下，焖它一下，你说说看。辣椒下去了，为什么辣椒要这么晚下呢？因为他儿子要吃，哎，小心，
加点葱哦。来帮我们盘装。啊，我们就直接吃就好了。好，吃这个。对。好了。完成。这样少洗个盘子。耶呼！